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原神。今天是6月22号。上一期解到这边嘛，我们做了东西，然后又要把东西这个千骑核心跟仙家符箓交给秘书。那来刷一下体力吧。我今天你不要看我现在体力剩60，我今天的那个浓缩都还没用。我就打一场好了。我最近因为之前刷那个什么，刷绝缘套嘛，绝缘套的话给那个谁用？给夜兰用。那我夜兰的话，现在绝缘套应该大部分都刷好了，只是说那个词条部分就再说吧。然后这个副本我是可以打90的，90的话会掉那个五星嘛。然后这个副本又比较好打，对我来说比较好打。我们刷一场吧，刷一场给大家看一下。不用编队啊，就直接来吧。浓缩的嘛，我有5个，也就是说，其实那是200体力刷这个。就给它刷下去啊，等于说可以刷10场啊。如果你全刷的话，就是10场。我喜欢用夜兰啊，不是夜兰，我喜欢用那个夜兰加这个神女灵魂。难打哦，难打。刚完，所以那个还没有顺手。今天银瓦刚吃到不少伤害啊。判決を下す。捕まえた。糸よ、到達せよ。雪よ、前。我喜欢冰冻起来比较好解决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你可以一样啊，就打快一点。直接放了，把它秒掉好了。也不能说秒掉了，把它打死啊，因为秒不掉，太废了。你不能让它叫出那个盾来，它有时候叫出雷盾，它的那个护盾，你把它冰起来之后，它就叫不出来嘛。就这样补啊。神隐烈火刚被锤到吧，掉一半的血，就这样就刷90的，然后用浓缩跳很快，我刚按 X 是浓缩，可以拿2到3个吧，就这个。追忆之柱连我也不知道干嘛的，好，这个绝缘之奇印。这个头盔吧，华氏之刀，反正我3星都吃掉了，现在4星的也吃掉吧，慢慢练，慢慢练。反正你只会想留5星的嘛，那4星就没用嘛，就可以吃啦。剩余五，看一下绝缘的哦，绝缘这么多。可以挑啊，如果你真的想挑的话，我都是挑那个充能效率啊，因为它要充能嘛。这个也可以充能，暴击伤害跟攻击力，哦，这是攻击力、生命、攻击率、攻击力。我觉得那个
趴树比较好，像这个可能就比较好。这个都是趴树会比较好，会比这个好。这个就还好，你看这个攻击力才加一点点而已，生命才加一点点，空城效率 16% 是因为他这个也有攻击力 5.3%、啊哦、攻击力爆伤，但我觉得夜兰应该是辅助啦。你看我都是找充人效率吧，这是刚刚的，这个有没有充人效率？没有，都没有。有的话我就立刻换。你看这个有充人效率 9%， 这个 5.2% 还没练。元素充人效率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吧。神影灵华可以练一下，把它练到20啊。这个冰封迷途我就没刷了，我就没怎么刷，因为之前都是打没有打90吧，没有打90没那么好刷。18、19快练完了啦，就这几天我把它练一练就20。哎，四星吃掉应该没关系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四星吃掉无所谓哈。好，先这样吧，随便练一下。然后我们来解任务吧。我们要去离月。那我先回蒙德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体力消耗一下。因为我现在都是每天玩两次啊，就是下午刷个体力。20分钟左右吧，刷一下下，二十分钟左右吧，把日常做完，然后录游戏的时候再玩一下，就大概玩一个小时吧，我想大概就玩一个小时左右，玩不多啦，所以我这个珍珠记醒的话，我都是只有这样而已，是任务做一做，每周这个我就不管它了，无所谓。反正我看一下这些东西齁，也就想要的也没有很想要，就一般般而已啊。这些奖励就是这个XXX资源嘛，这个怎么看？相遇资源，相遇资源就是抽普角用的啊。他为什么出现惊叹号？神注定鬼，老是出现惊叹号干嘛？让我选一个是不是？选的又怎样？我又不会抽。好，现在是几抽？160×3，30抽，40抽，还没40抽，30几抽。好，存吧。那我们就来解主线任务。不对，到在那个璃月。好。就是我日常就是刷那个四个任务嘛，然后再把那个体力消耗掉，体力消耗掉就去打那个圣遗物。我是这样啦，最近是这样，打算把一些主力输出的那个圣遗物都练到20等。没事。这个掉下去有一种那种失重感，像做那个大怒神一样。高空弹跳，然后跳下去有点恐怖。就是如果你从很高的地方这样子掉下去，你就会有点恐怖。就是你已经沉浸感已经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就觉得你好像掉下去一样。欸，我受伤了没啊？应该没事吧？我刚本来想要再放按个翅膀，但是已经进入这个剧情了。早かったですね。还有是百文，他们有好几个姐妹吧？白小嘛，白文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是谁？では、率先機革新と戦果受付、どちらも。ではここに宣言しましょう。軍力核再建における素材やつの功労者は、我们这个主角都赢了。旅人さん、云井雷斗还有哈姆、北斗さん、この3名です。なんだって。吾生子这么大颗你没看到吗？我已经找来了。你眼睛瞎了吗？納得いかん。はあ。
頑張りましたが、今一歩及ばなかったようです。では、皆さんには軍玉閣へと移動してもらいます。行幸様がそちらでお待ちです。あれ、北斗がいないけど、どこ行ったん？北斗さんは用事があり、少し遅れるとのことです。じゃあ、オイラたちは先に軍玉閣に行こう。最後に軍玉閣に行ったのって、两个月前吧。那很多玩家可能都一年前吧，一年前群域格就炸了。好，成就完成了。成就这边也是有一些原始啊，然后我就随便吧。看到影片之后，那个活动应该开了啦。这个森尼奇谭，我上一期有贴那个活动的玩法说明，但是我自己没看。我贴了，然后自己没看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我想说到时候再玩嘛，法官再说啊。而且那些说明啊，好像很多都是用英文的那个图片吧，主要是给国外玩家看吧。虽然下面是中文说明，通常是这样。所以群英阁真的会盖好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他不会盖好说。我还以为是之后版本才会盖好。さて、約束通り報酬を与えるわ。这是灵光我有，但是我没练。雲先生がここに来た理由については、没听说。もうすでに聞いているわ。因为他好像是试行者而已。新しい劇にふさわしい舞台を探しているのよね。はい、行幸さんのご意見を伺いたいのです。雲先生が心を込めて準備してきた劇、きっと壮大な物語になるでしょう。好，我们知道他是戏曲的那个。なら初演は。他有一个系統。この再建された軍玉閣で行うのはどうかしら。ここは天高く舞う豪閣。所以他叫云先生呢。就是老师的意思。できるわ。風を感じながら民衆の反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。日本的神社就是老师或医生啊。ここした舞台は他にないはずよ。行幸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は劇の道具が準備でき次第。それを軍玉閣へと手配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。拍猛的身体真的很小只、欸、就比例啊，比例上。これくらい遠慮しなくていいのよ。旅人さん、新閣さん、そしてパイモンさん、私はお先に失礼します。ぜひとも劇を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ね。あなたは質問したいことはあるかしら。念のため言っておくけれど、あなたの兄の行方は。私にもわからないわ。おお、さすが行幸。商売はあなたたちが思っているほど、もしモラを稼ぐ方法。おい、おいらまだ何も。すべて顔に書いてあるんだ。もしモラに困ったら、私が。好，给我奖励一万原石。報酬については。一万够吗？应该够吧。一万就可以抽到一只的吧。我们不需要魔了，我们需要原石。好不好？原石。我もいいのか。もちろん。だって。深鹤的身材还不错啊。素材を集めたんだからな。感謝する。しかし、我が聞きたいことは特に。就是他那个腿长，有没有？めったにない。有够长的。無駄にするのはなんか腿有够长啊。もったいないことはしちゃダメだ。这个比例是怎么回事啊？身体短短的，然后腿超长。何か聞きたいことはないのか。行幸殿。因为有些短腿的人，就不能说短腿，就身材比例一比一，有没有？腿跟身体一比一。他那个腿跟身体感觉三比一耶，还是四比一啊？理由行は寛容な場所よ。規則を守っていれば、这些都是模特的身材啊，九头身啊。つまり、大切なのは、十二头身、九头身。あなたがリーウェコーへの貴族意識、貴族意識。そう。その地で出会った人。归属感呢 ？OK， 归属感。もしくは、リーウェの雰囲気が好きで、その生活を気に入っているなんて理由もあるでしょう。现在六月嘛。哎、欸，快放暑假喽！啊、哦，学生又要放暑假，要出动了。去年那个五月，
去年五月疫情很严重，大家放了两个月，一直放放放，然后又放到暑假，总共放了四个月，史上最强暑假。我从来没放过那么久的假日假期。然后今年也是又疫情又再来了嘛，那个小朋友学生要打疫苗也是又放假，然后动不动学校就会有的那个疫情通报，他们就停课，全部停课，看你们班上有没有人中奖，几率蛮高的啦，因为每天都好几万嘛。最近有掉下来哦，今天好像掉下来了。从之前的10万，今天好像5万还是4万。もう手は打ってある。专家是说七月会回稳呐、啊，七月以后回稳。因为刚好七月是夏天嘛，夏天那个病毒比较难存活。北斗京子，我何の話をしてるんだ？好，暑假。軍力閣が空高く登ったとき。啊，不是什么愉快，而是不知道或许更好。我没有看呢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什么仪式啊？初めて軍玉閣を訪れた時、私は高台の端に立ち。原神的世界真的是很美啊！但我们现在现实世界已经空屋啊，都看不到这么蓝的天空了，完全看不到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蓝天了，蓝天白云已经好久没看到了，每天都是乌云，都是空屋，真的都是空屋。前几年我窗户都不敢开了，因为想说半夜很热了嘛，还没开冷气，想说开个窗户，那个半夜空屋很严重，都很臭。就是有时候那个工厂会偷排放废气。これより開始するわ。あ、開始するわ。那我们以后要怎么上去？传送阵。啊，我们就在上面了。哦、我们从头到尾都在上面了。抱歉，为我们在一个平台而已。哇！哇，魔神啊，又是魔神！上次群玉阁炸掉是用魔神跟他互撞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吧？如果你们两个月前有看我的影片的话，这段还蛮精彩的，就是仙人大战那个水蛇过来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やはり現れたわね、渦の酔いバッセ。漩涡的余威。奥瑟，魔神的老婆是不是漩涡之魔神的老婆？那为什么等我们升空他才要来？啊，你不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要备战啊！哦，原来是，我们是诱饵。上次是所有仙人在那边大战嘛？哎，我不知道这边要不要战斗、哦，因为如果战斗失败，可能要重来，因为常常是这样。上次就是这样，打输了之后就重来。好，这个柯琴是不是？然后我也没有他，还有甘雨这几只就是早期很康的角色、啊，那个二次元同人都有这两只，常常看到。懂的人就会去搜寻，这样子看来我没有我们那个登场的戏份，就是看他被大炮攻击。上次还有愚人众，对不对？愚人众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乱放奥义啊，网友说不用放奥义的，放奥义的话会拖时间，你反而会输，你就一直打就好。哇哇哇哇！这个是动画哦，这不是有一部分是动画，有一部分是用游戏的画面去做，像这个就是动画，像这个应该也是动画。看那个头发飘逸的状况，有的就感觉就是动画，就不是模组啊。那这个应该就是动画，就另外画的。我们干嘛那么逞强？
好，神鹤救了我们，一个公主抱。哎、欸，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也是公主抱吗？如果你是用男生的角色的话，也是公主抱吗？存在自体が周りに危険を持つ。好，神鹤就是被他老爸献祭给魔神，为了救他老妈，是不是这样？桑喜的故事。他人のため力を使いたいと思ったとき。你就会成为人，你就会融入人类社会。好，神鹤要爆发，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吧？从头到尾都在讲他的故事。这个肩章其实就是神鹤的传说任务吧？是不是？哦，他的眼睛好像恢复正常了、欸。之前眼睛好像都是一个黑色的空洞嘛，没有眼球。有吗？还是一样，只是发蓝光而已。哇，还有这个中国古典二胡的音乐，是不是？这段音乐很棒，这个动画欣赏也不错。哎，你没有花钱玩原神，真的是赚到了，真的是赚到了。反正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，就包月一下而已，对不对？包月一下也没什么帮助。哎，所以我们还要跟他打、哦？怎么这样啊？新格一人を危険な目に遭わ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だろ。そう危険なことでもない。キーユエコの人々はこのことをすでに。我就说我没备战啊。完哈，会让我们没什么血。あやつは執念で持ちこたえているだけに過ぎない。哎、欸，打不死了。我も体力を消耗したが、かような命のやり取り。好了，应该没有让我们吧？应该要变身了吧？得意であろう。我说实在，我不知道这一段要打、欸。那个干嘛打？爆炸，余威。哦，所以他要打我吗？有疗血吗？哦，有疗血。然后是水系嘛，我们会跟他蒸发。哎呦，这什么？我受伤了，我受伤。敌人呢 ？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哎呦，我这边。总之我要小心啊，我待会要补血，把我血拉起来，血线拉起来。两只哎，为什么？快没血，没血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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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待会来一发大的，放个奥义好了。反正我们只要躲到边边就好了。哎呀，跑掉！来发大的啊！我只是因为刚刚没补血啊，我不知道真的要大战，我以为只是讲讲话而已。啊，补血一下。不用，为什么被标记了、啊？哎呦呦呦呦！火焰よ。剩下一个头吧。燃やし尽くせ。反正我们不会掉下去啊。
这什么东西？我好中夹！我刚应该用大招跑掉的，应该用那个技能跑掉的。我这个夜蓝血线又掉了。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。かかれ。啊，死了啦！哎，又给我跑掉！怎么这样？过分，过分！好吧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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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宝箱，可恶！我们这个贪财的人就是没有宝箱。深刻叫我们先回去，没有很难啊，因为主要是世界五嘛。我已经在这边称霸了，称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。力を使ってしまっただけだ。問題はない。我一人であやつを始末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だが。まさか主も追ってくる。世界五只能练到80等。だが心配はいらぬ。あれがこの地に来る先ほど。水の中で一体何が？就跟水神大战啊！すでに解決した。刚那边失败，搞不好动画请你重看一次。傷を負っていたゆえ、我应该要录游戏吧？好，没问题，现在录。这个就是一个录游戏，就是把你曾经玩过的东西记录下来。私たちはこの危機を乗り切ることができた。也是变成一个回忆吧。就我曾经玩过这个游戏。後で軍玉閣へ来てくれるかしら。啊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看。如果你没玩过的话。或者是你有玩过，你可以又回到当时你的记忆。当然，网络上有很多其他人的影片，因为这原神算红吧，算红了。只是我观众不多，尽量做，尽量做，因为是我觉得我想玩才会想录。他没流量没关系，只要有人看就好了。助けに来てくれたこの方にも感謝を。过几天那个赛马娘要出，那个应该就有流量。只是录影片的人应该超多，而且我之前也没玩过一次都没玩过，所以是超级新手。超级新手，你不会有攻略。很多人玩的时候，一个游戏他会想看攻略，想看你就不要废话，不想看你玩，我只想看攻略。我只想看说谁是踢零角，手抽要抽谁。然后怎么养，怎么养成，然后序号是什么，礼包毛是什么，你只要告诉我这些就好了，其他我都不想知道，我只想自己玩。然后你影片不要做太长，最好5分钟都解决，8分钟5分钟都解决，你这个超过30分钟我不想看，都是废话，讲那么多废话，对吧？因为我也会这样，我有时候我也会这样。それは否定しません。就我有时候你在边做事情或边干嘛，所以你想说，那我看个短影片好了，你就想搜寻，5到8分钟会看一下，1-2分钟太短不看。5到8分钟，慢慢的已经变成那个主流是5到8分钟。那如果超过30分钟、1个小时，那就看不下去，太长了。啊！又要砸群域格，你把群域格当做自杀机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回来游戏吧，流云借风真君。確かに新規な発想を多少使っておったな。失敗から学び、今回は旧大典としておこう。反正他就先放任我们嘛，之前离月是给仙人管的吧。天主園の座にいる限り。リーユへの平和は私が守ります。神格よ、数年前、お前がこっそりと山を下り、怎么了？今回、このああ、変わった。眼睛一样，没变。しかし、まだうまく。这个如果正常人戴这种同色眼镜的话，会吓死人啊！半夜走在路上，发光，跟鬼一样。对，怎么那么多矿啊？奇怪，我都没来这边挖、哦。嗯，
それは語らずとも。因为我真的没有在做武器耶，懒得做。まあ、四星嘛，我们也只能做四星啊，只能抽到四星而已。然后五星的话，你要另外去抽吧。这游戏就是这样，那是给那个追求极致的玩家去氪的啦。好。真的有矿啊，这是哪里啊？啊，我有记录啦，这里我有记录，只是我好久没来，原来是在这里啊。这里我有一个毛，有没有？是为什么会来啊？刚玩的时候想说我来挖矿吧。其实不需要，因为我根本没什么角色可以练。这是一种，你抽的越多，角色越多，你想练的角色越多，你资源越不够，时间越不够，体力越不够。那当你玩的少的话，资源少嘛，原石少，你抽的角色就少。那相对来说，你那些你就没那么多角色想练，你就没什么欲望。那我现在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吧。就可有可无，然后夜蓝练度不够，刚受伤了。我要开炮啊，不能开炮。Hello， 柯琴，愿意讲个话。我不知道这个任务还要多久，反正还有第一章、第一幕、第二幕嘛，所以也许这一幕这样就 ending 也不一定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应该是要 ending 的吧？那我们。再杀过去吧，再杀过去。一样，我们从这边跳下来，也只能这样。原神这个游戏就是一直往上，从上面往下跳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远啊？180级哦。群玉阁，哎、欸，我妈怎么？我妈去群玉阁啊！哎呀，等等一下，群玉阁要这样子过去。哦，忘记了，想说怎么回事啊？軍玉閣で行幸の宴に参加するのって、ここに集まってくれた。群玉阁。在天上，是不是？现在在天上，然后你要传送过去。当时打那个公子的时候有啊，知道。然后传送几次吧。因为群玉阁大战嘛，那时候跟那个水怪大战，漩涡魔神。漩涡魔神。这个角色的眼睛好圆啊！啊，他唱歌，他唱戏耶。会唱歌吗？应该唱歌的话，我们是日配的话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还是突然唱英文，还是唱中文，还是就只是跳舞而已？结果没有，就直接剪掉。哦，直接进动画。哎、欸，讲中文哎、欸，唱京戏。好吧，哎、欸，免费游戏可以做到这样，很强啊！哦、这游戏是免费游戏啊，目前手游就它最强吧。听说那个《暗黑破坏神》营收不知道多少钱的，前几天有看八号新闻。我们这边已经延到七月多了，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吧。有那个员工暴雪员工说，熊什么时候下台？这几天的新闻啊，这两天的新闻。熊的话，大家可以联想一下，熊是指谁？哦，这都是什么借风啊、流云啊什么的，
叉叉叉真君啊。他把他的那个故事讲了一下吧，把申鹤的故事给讲了一下吧，是不是？用文言文的方式唱出啊。神女披冠到这里本该接近尾声，但我第一次听中文嘞。没办法，因为你不可能再叫日文声优配音来配这个了，他哪会唱啊，对不对？神女披冠，这我们刚刚跟那个打吧，跟水蛇打的故事啊，后续就是我们跟水蛇大战。好，这段还不错，这段故事还不错。茫茫天地无依靠，孤身离去。今日再会，新朋旧友坐满堂，共聚此时。哎，这个外国人应该就没办法听得懂了啦。哦，如果是外国玩家的话，就他只能把那些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嘛。你学不会啊，派梦，你是日本人，日本人不会，我都不会了，这边要找专业戏曲来配。礼を言わせてくれ。いいえ、あなたのおかげで真の壁画をより完璧なものに仕上げる。他的眼睛是粉红色的、啊，劇の幕は下りました。橘色、粉红色的。あなたの人生はこの先も続いていきます。将来きっとリーウェイ校に馴染むことができると私は思いますよ。ああ、感謝する。我も変わるための。他的契机不是我们吗？救了我们。嗯，先生。哎，你喝醉酒，不要酒驾哦。每天都酒驾新闻，把人家撞死，好过分。哎，酒驾就是谋杀、啊，真的。まさか、お前があの新女なのか？酒驾的路上不就是谋杀啊？有名な旅人じゃないか。今日は本当に来た甲斐があったな。这个酒鬼滚开！我不想看你，我要看美女。持ってきても、ほら。我要看美少女，不要看美女。残りの酒を目や鼻で飲みたくなければ、さっさと消え。之前申鹤不是也被搭讪吗？然后把那……对对对对，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被搭讪，然后讲很难听的话的样子，忘记了。那我们就跟申鹤去那个布普是找那个七七。哎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风起鹤归。好，新任务，我不知道什么了，台上台下，应该是传说任务哦。哎，他没有第二幕哦，我以为他有第二幕哎，睡没了。是吗？没得说。我以为肩章有第二幕哎，为什么没有？是我误会了、哦。好吧，我本来以为魔神任务它有第二幕哎，但没有，还是因为有条件，我现在条件没有到，所以它没有开。哦，我不知道。知道了你就留言吧，看一下图鉴，然后看一下那个旅行日志，有没有肩章第二幕啊？哎，这个唯图一中不是啊，肩章啊，为什么是这个？哦，这是好吧，但我没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边，哦，我懂了啦，我懂，我了解了，就是我上次是快速的体验嘛，就是简易体验，
第二幕，就是意外之客，这个就是我们 2.7 版的魔神任务嘛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啦，就上礼拜玩的。那我们就解谜嘛，在一个那个成岩地渊下面解谜嘛，然后那个萧啊、燕飞啊、还有夜兰啊，都在这边都有出现嘛。哦，所以我是先解第二幕啦。我想说，我一直觉得应该有第二幕啊，然后我第二幕已经解完，我现在知道。那我现在回头把第一幕也解完。然后网友一直问我说，为什么不解第一幕？其实我应该哦，解第二幕那时候原因是因为可以赶快拿那个奖励嘛。哦，就是我们那个奖励啊，这个这边活动结束了，你看我这个活动如果没有先解第二幕，我活动就没办法拿啦，就拿不到这些奖励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跳过去也是正确的。幽灵也是这么觉得啦。且是身手应该是有角色啦。自己在玩吧，这个花板好快，都没玩过。哦，这个是虫云哦，虫云我没有，但是应该也是需要，它也是冰系的。邀约事件是这只阿忍，然后这个的话还有12天，我都还没有去解完，没关系，不急。好，那我魔神任务已经解完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这一段还不错啦齁，有BOSS 战，然后又有动画有剧情，然后又有那个副本解谜的部分都有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